那秋凤姐的三四五六六这个六T，然后一件，然后拆五六不拆东风，好，那东风可惜是压对了啊。那当然这样子的话，可能最后就会听成东风六土。哦，现在进九饼可以听牌 ，OK， 这样没问题。一进听九饼，没有人抓，没有人抓，是蛮容易进的。嗯，九条结对。看秋凤姐进张有没有？对，我觉得乔治哥讲的很有道理哦，因为你四条守住了嘛，四条守住的话，那其实你要你重凯拆掉南风凯听六九条，嗯，那可惜六九条张数，哎，六九条张数也还有，那就不可惜。好，感谢雀屏马上就来了，不过重凯已经开始操作了。好，重凯现在要过水啦，没有错，但是在不会是我们的麻大操作大师。但是在过水的情况之下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六九上家打的啦，上家打的他过下，最主要上家打，我觉得 OK 是蛮不错的。他会，这算是他的常规操作。上家打的，我觉得这就还蛮不错的。哦，现在秋凤姐吃到了八桶。那这个八桶，他就是听牌二，对，哦，东风九桶，东风九桶，那九桶还是有，对，九桶目前，哦，摸成砍丢掉，好，那米没有问题啊，因为砍，这南风砍，南风砍他也没抬，嗯，对啊，就直接打掉，就是当眼睛这样，听牌比较美啊，对啊，哎，六出来了，他会继续过吗？应该不过吧，下家四牌，再啊，那这样已经对，已经跑掉三张了。我觉得，但是这蛮像重凯的作风，他就是第二操作就是对，他就是一路操作到底。对，那目前是没有好解过水的，解过水。对，我觉得重凯非常担得起一句，就是成熟的男人经得起诱惑。嗯，我觉得他就是他要过水，他就一路过到底。是，但是我觉得在一刚开始过水是在别家，上家对，摆明还是没有听牌，而且上家打。我觉得第二次的话。我的极限是第二次的，而且第二次是他的下家打。对，我永远都过水自摸，对我来讲太困难。对，而且刚刚真的蛮伤的。对，那就是全自打完，春来哥马上又接着打，一次损失三张，又他还是过，继续过，真的是过到底，真的是经得起诱惑。那六九锁已经没了，九锁又来了，不胡吧？第四把了，第四次哎，还不胡，真的好强。那不胡，我们来看看这一把会不会他如果这把最终操作到的话，我觉得等一下给他鼓个掌。好，但是这样子人家觉得你有动牌。对，我觉得我这样子的话，我不会抽一张牌出去。二头万劫，前面他六九都过成这样了，大家现在对六九的戒心基本等于零了。是的，但是我觉得那春来打。不过了吧，对点第一名，终于对，而且你无所刚才有动牌，你可以说可以。我刚刚这听回来，我刚才对对啊对啊，等到大家去看回放的时候才知道说哦，原来已经过了第四把。我们恭喜重凯算操作成功，对过水对点到第一名哦，就是第二好的选择啊，当然最好选择是自摸嘛，对，但是对点到第一名也是蛮好的选择。那这一将就结束了，那我们。得稍微等选手们重新抓位，让我们等一下来休息一下，再回到我们的比赛。